是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的时候永远是冷冰冰的？刚才跟他玩的那么尽兴，你是对他不舍，还是一直在对我欲擒故纵？张翰气不不，惹哭张钧甯，温暖的线剧情有够虐。你知道在我们两个之前的感情里面，我把他宠上天了，甚至是宠到无法无天，所以他才可以那么轻易的跟我说分手。就是这个原因让咱们战总展开对温暖的报复。哎，但虐到的可是我们这群观众啊。这么大一蛋糕要吃不完的话，那只能这么着、啊、你干嘛？哎，老哎呦，哎，你这个女孩能不能稍微文雅一点？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对不起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是不是有打扰到你？你误会了，我跟你说根本就不是。你觉得我误会了？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我的时候永远是冷冰冰的？刚才跟他玩的那么尽兴，你是对他不舍，还是一直在对我欲擒故纵啊？如果你是这样想我的，我也没什么话说。放手！你是只会逃走吗？我问你几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我不知道七年前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，你今天可以告诉我吗？温暖。咱们钱宇啊，和陈总的公司的合作，可就靠你了。陈先生，来了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倒。哦，没有女孩子倒酒的，一定是我来倒。陈先生，你太客气了。这么美的女孩子，怎么能让你倒酒呢？那我再敬陈先生一杯。好啊，陈总这么看好你，你们尽兴，多喝两杯。你怎么哭了？你知道这七年里面我听了多少遍这首歌吗？你等我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以前我不管怎么诱惑你，这种场合你说什么也不会来。看来战总的魅力还是比我大啊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好不好？要不我跟你打个赌，就算我想让你去，他也不会收你的。走。你男朋友真爱玩啊。战总不也让别人和自己的女朋友跳舞了吗？